大家好，今天来这边捡草喂鱼。上次大叔在这边除了草，然后有好多草在上面。上次我表弟捡过一次，还有很多，这次都把它弄到水库里面去喂鱼。我要爬上去。刚好水库上面还有一点这个油脂没用的，然后把草放在这上面，然后我全都拖过去。上面的草比较多，这要剪一段时间了，这比较轻松一点，不用自己去割草，这里有现成的。这下面再插秧。这上面的草挺多的，现在都把它弄下来了。这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蘑菇，这也不知道能不能吃，把它弄起来。这比较大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，我就问一下下面的阿姨，他们在那边插秧，他们应该知道。刚才问了一下下面插秧的阿姨，他们说这个苦瓜能吃的，然后不过要做的很熟，如果不熟的话容易中毒，蛮大的。放一边。这抓到了一个知了，这是小的，很小，它在叫啊。这颜色挺好看的，把它放了。现在草都弄好了，然后来这边看一下西瓜，这长得都不错。这一个西瓜是最大的，这旁边还有三个比较小的，现在还没熟，现在回家去了。这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一条死蛇，这我们这边叫做黄金条，这应该是被车给压死了，压成好几段了，这尾巴